大家好，我是大吴。大家好，我是苏珊。今天是2019年7月13号，这是我跟苏珊举办婚礼的一天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今天好开心，非常幸福的一天。所有的中国的朋友加上苏珊的白俄罗斯的家人都来到了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嗯，这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地方。对，非常非常漂亮的地方。这位戴口罩，你那往前面，往那个后面，使劲了一下。现在我们跟我们的中国网友朋友看一下我们婚礼的地方，特别漂亮。我也是特别漂亮。肯定是的。你今天是世界上最幸福最漂亮的。是谁？是你。是我。 对， 对，因为我们今天结婚了。其实要举办婚礼。对，办婚礼。我们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湖，这个地方是特别安静的。对，不是的，确实的白俄罗斯景色。我最美的妻子是我。现在我们去哪？现在我们一会儿我们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住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今晚我们的住的地方非常漂亮。这个大自然那么漂亮，那么美丽。对。刚才拍了很多很多照片，很多视频。对，所以累了。不过这个确实，这个环境真的特别好。嗯。大武，你觉得白俄罗斯的婚礼怎么样？非常棒。非常棒，但是他已经累了。